我觉得自卫课真的还蛮重要。我们两个一起上，一起自卫，对。但我们是要各自找角落啦。但不是那种面对面的这种。对。我男生的，哎，我要来了，我挡住我了。好，Ella的药有带吗？Ella杨景花求救 DIY 还原现场，杨永林被吓到，药有带吗？我要温柔，用心对待你。刚才没事。你会想结婚吗？Ella、杨佑宁、杨景华在性治疗影集《今夜一起为爱鼓掌》，有不少啪啪大尺度床戏。今出席开播记者会，两大女主更大方透露，片中有一场一起上 DIY 的课程。我觉得自慰课真的还蛮重要，就是我说在这部戏里面我学到的。我们两个一起上，一起对，而且我们一起拍那一场，对。然后在那一场里面，其实我们而且还在一起同一个地区。自慰，一起自慰，对，啊，自慰课就是这样上嘛，真正的闺蜜，对，但我们是要各自找角落啦，我想在旁边，但不是因为我面对面的这种，讲就讲，因为动作慢，男生会有一圈这样子吗？不会，哎，我要来了，我挡住脖子。起来了 ，Ella 的药有带吗？要帮我打一针。他是很健康很健康的，嗯，而且我觉得上自慰课真的有一个重点，是说你真的会知道你的每一个部位的名字，然后你会知道怎么样让自己舒服。对，如果你自慰如果乱自，那个自错的，比如说就是乱摸错了，你是有可能要尿道发炎。来，我问大家，知道会阴在哪里吗？会阴，各位，会阴哦，嗯，会阴在哪里？说。太难形容了，冷静，可恶哟！还是这样，你该不会现在才知道吧？我都生两个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这很重要哎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他已经感受过那个高潮。当然有啊，我这一生高潮几次我都不敢许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祝福大家，好不好？一起鼓掌，好不好？